我们今天进入到九辩篇啊，九辩篇是第八篇了啊，第八篇，第七篇是君生篇，第九篇是第八篇是九辩，君争九辩，然后呢九十十一呢就是行君地形，还有九地啊，这三篇呢我们准备紧接着讲啊，我们再一起讲完。那么我们上次讲到军争，军争是最难的事。军争以玉为质，以换为利。那么军争呢，这个强调了气的一个管理啊。那么讲到了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啊。一群人在一起啊，可以夺掉了整个一群人的魂魄的啊。那看你有什么方法夺掉他们的气。那将军一个人的一个领导的呢，要怎么样去夺他的心啊？所以上回呢，我们强调这一部分。今天我们进入到九辩篇，九辩篇的一个关键字呢，是要杂于利害。那么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单元啊，九辩篇，既然谈九辩。他这一篇呢，在谈如何应变的，啊，应变有没有法则的？应变有没有模型？就像我们在管理学院所谈的变革管理，啊，你们有没有修过变革管理的课？啊，就是 change management，变革管理呢，你一看他那边呢，专门是讲你组织做变革的时候，你怎么做？他谈的是组织内部里头，怎么去因应外界的形势，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去调整整个组织的架构，那是在谈组织内部的应变。至于对外的世界的应变，那因为外边世界的变化太复杂了啊，太千变万化了，所以如何去谈应变之道，这个东西很难谈。所以呢，这边从基本面来讲的话呢，它掌握最基本的两个要素。讲应变之道的话呢，最根本东西就是利跟害，啊，利与害这一对，就是说你要去应付外边世界的变化的话，你要了解利是什么，利有哪些因素，害有哪些因素，这两个东西你只能去做一个综合性的管理跟应付，这就是应变之道。啊，待会儿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这些东西。首先，它的第一篇。不是第一篇啊。首先，他开篇呢，他是这样说的啊：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何君聚众，匹敌无色。匹敌是什么意思？匹敌是低下的，低下的敌啊。像我们的采用的《孙子兵法》的版本呢，他说匹敌呢是地下。就是说，你的地点如果比较低洼的话，比较低洼当然就比较潮湿，啊，所以匹地啊，不要在那边建筑宿舍，不要在那边扎营的意思就是，匹地物色，不要在那边居住，为什么呢？潮湿的地下室，像你们那个，我前一阵听说，我们学校是不是有一栋宿舍特别潮湿，好像是女舍。一个暑假没有回去的话，整个棉被了、枕头通通都是潮了，都没了。那是什么哪一个宿舍？H 栋啊，那个地方是不是地势就比较低洼的地方？是不是？那种地方呢，住久了容易生病啊。这个自古大家都知道的哈。所以潮湿的地方、地下室的地方啊，那个要配备用什么东西去把那个水啊把它抽掉。所以同学，如果家里头比较潮湿的话，你要买一部，一定要劝爸妈或你自己要买一部，那个什么，除湿机，除湿机很重要啊。你不相信，你一个房间，你跟它搓一个晚上，你第二天早上醒来的话呢，那整个水啊，通通都是满的。你把它倒掉再抽，它继续有水，啊，把门窗都关起来哦，就它很多的湿气啊在里面，人久了以后呢，会容易生病。先就不用谈说会得风湿了，是不是关节炎？那个很麻烦啊。所以这个匹地无色，取缔交合。取缔是什么？取缔是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啊，
那哪一些平原地带，那是很多的道路，很多人来人往必争之地，这种地方就是跟对方交合的地方，跟敌人做各种这个战场上的接触啦，或事件的谈判啦，都在这种的取地。所以什么是取地？取地就是专门提供交战双方的一种结合之地。那那个地方呢，这个当然是必争之地了，是很重要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绝地无流。绝地是什么？绝地前无通路，曰绝地。就是你来到的地方，你发觉哇，再来的话没有通路了，前面再也走不去了，走不出去，所以你怎么办？你只能后退，你懂吗？就后退，随着原路回去。像这种地方呢，你就不要留在绝地，因为如果人家从后面来围你的话，那你根本没有路啊。所以绝地无留，围地则谋。围地是什么？居四险之中，曰围地。就你四面八方把你围起来，那你在中间这个小地，这个地形对你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围地啊。这个围地呢，你要怎么办？处在四险之中的围地，要想办法谋出路，是吧？你虽然还有活动空间，虽然没有像绝地那么样的惨，没有通路，可是四面都是环山环海，或是一个有危险的这个地带，那这种地方就要谋求出路啊。那这种地，既然称为围地的话，是要去谋它的啊。死地的话呢，就是你前进也不得，后退也不得，所以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拼啊，只能拼了。就置之死地后生，对不对？啊，韩信打那个国叫什么？是郑国吧？是吧？是吧？那个把军队放在西子湾的前面，所以让军队呢。背面的是西子湾，然后前面这样打，后面根本是死地，没有地方可走，所以你只能够呢全力去抢攻啊，死地则战。所以处在这几种不同的地形、情形，这个地呢不一定是指一种地形啊。其实你做行销、做业务的人，其实你也可以去区分你所处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地。地可以解释成为一种情形，一种 situation， 一种情势。那你的情势呢，可能就有比较低洼的地方，比较不利的情形，或者是呢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一个交接点，或者是一个前无通路的一个绝地，或者是四面呢有险要之地围起来的一个围地，或者是呢只有奋力一搏了才有出路的死地。所以人生的境界呢，你如果用这几个地呢去看的话呢，其实也是蛮贴切的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呢，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种地形啊，这样的 situation。 因此啊，路途啊，你要记得路途，孙子说呢，途有所不由，有一些道路你要有所选择，你不要看到路就走，你很可能会走路呢围地的啊，或者死地。军有所不及，你不要看到对方有士卒你就去吃他，然后就杀一两个你也很痛快啊，那可能他是一个饵来引你出动。所以呢，军有所不及，城有所不攻，某一个城市你很可能选择你要跳过去绕过去，不要打他。打他的话呢，你可能要死伤惨重，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可是忽略的模糊你的比较大的目标。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某一些地呢不要去争，反正某一些情况呢你可以放掉。军命有所不受，所以呢你人在外面打仗的话呢，那君主呢国君呢是在首都里头发号施令，用电报用视讯来跟你做指挥，他对当地的情形并不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还是要以你当地的这个将领的角色为主。所以这段文字在说什么？这段文字在说什么？你读了这段文字跟九变篇有什么关系？九变篇为什么谈这个？九变呢？我们的文字里头九的话呢，是像九五之尊，它引申是一个极限，一个最高的境界。
所以九变的意思就是多变的意思，倒也不是说你只有九种变化，如果九种变化的话呢，那这就是有公式可套了啊。所以九变的意思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你要身为一个将领，你要通晓各种各样变化当中的利与害这两个要素啊。所以谈到这边的话，你觉得他在谈什么？那为什么九变篇从这边开始？所以这段文是引我们进入到九变篇，那他为什么用这些文字来铺陈九变这个概念？你们的看法呢？要变化，要把基础打稳。OK， 啊。哎，你怎么会这样想？他这边没有这样写，你怎么会这样想？讲的是不错啊。是这样想出来，就这样变出来的。还有没有别的同学有感受？就这段文字。我的问题是，这段文字为什么作为九变篇的开头？它跟九变篇有什么关系？那读孙子兵法的每一个段落呢，你就要想办法跟它这一篇的主旨，要想办法把它连结起来，它才叫一篇，对不对？它绝对不是无的放矢。那如果你同意的话，为什么九变篇跟现在所讲的这些徒有所不由啦、啊，君有所不己，臣有所不恭？啊，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而谈到凡将受命于君的话，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状况。如果碰到匹地，碰到渠地、绝地、围地、死地，都各有各样的应变方法。死地怎么样？死地则战。围地怎么样？围地则要谋。所以每一种不同样的 situation 都有不同样的应变方法。在讲这个意思，对不对？是谋啦，攻啊、战啊、交合啊，这个都代表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应该这样做，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每一种不同的情况有不同情况的应变方法。然后更进一步说什么？说徒有所不由，君有所不及，臣有所不恭，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几个有所不、有所不是在讲什么？什么叫有所不啊？有所不是什么意思？可以做，选择不做。OK， 有所不，有所不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概念呢？有所不，有所为，有所不为。那告诉我们什么？要选择，要有弹性，才能够应变。所以，既然有所选择，有弹性。要有所应变的话呢，这不就是应变的基本的应有的心态吗？基本的讲应变的话，讲九变的话，一定要先建立一种心态，就是你不能够一定非什么样不可，不能够一定，而要什么样？而要有所不。有所不的意思就是弹性、选择，这才是基本的应变者应有的心态。徒有所不恭啊，徒有所不由，君臣有所不恭，就在讲有所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你选择你要做的，然后放弃你不要做的，知道吧？所以 Porter 在讲策略，他是讲什么是 strategy， 他说 choice， choose， 选择，我选择向北，那就是你的策略。所以谈策略，它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的一个概念就是，策略本身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 choose。那你的 choose based on 什么东西 ？based on 你的研判 ，based on information，based on 很多的状况。那这边讲的也是一样啊，你要有所不为，有所攻，有所不攻的意思就是说，背后你要知所选择。心态上头，身为将领的人，我们。整篇这样一直走下去，就慢慢带出来。身为将领，一定要有所不，不能够非怎么样不可。所以今天学的这一篇啊，
心态上头跟同学这个分享一下，看你是不是能够建立某一种心态，就是不要呢一定什么东西非什么不可啊，啊，这就是应变之道啊。所以我们一般讲的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事实上呢往往事情出来的结果是，事情出来的结果是不从人愿啊。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段。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呢，所以身为将领呢应该要通晓九变之理啊。所以说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这边还是讲地利，你的某一种每一种地形的好处坏处你要通晓，这样的将领才知道如何用兵啊。那就呼应前面那一段所讲的，你的为地者谋，死地者战啊，这样的概念。将如果不通于九变之地，如果将领不懂得应变，不懂得去利用，去看清楚每种状况之下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不好处是什么，它的利与害的分析，如果不能够做这样的分析的话，那么虽然他知道每一种地形的好处跟坏处，也不能够得地利之利。前面这段文字在讲地利，那下面这段文字不讲地利，而是讲利，利就更广了啊。所以虽然你知道地的利地的害，但是你还更进一步还要了解利与害，利与害就不是只限于地利地害啊。那么治兵如果不知道九变之术，你看这边讲九变是地利，这边讲第二个衍生到九变之利，然后再来讲九变之术，就开始讲方法，术就是方法，应变的方法。所以说治兵如果不懂得应变的方法的话，则虽然了解五种利益，这五种利益呢，我们的课本或者有一些书啊，是把它指什么？是指这五种利：徒有所不由，君有所不及，臣有所不恭，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是不是五个？一二三四五。所以有一些书啊，是认为说所讲五利啊，应该是在讲的刚刚的这五种利，那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实在太牵强啊！我个人的看法，你看别的书，有些书也不这样认为。五利呢，应该是古时候的人啊，用五行啊，他们会认定所有的利益基本上可以分成五种，所以五利。但是因为现代人不了解了，所以就把它跟前面就讲的有所不能那五个东西把它连接起来了。这个连接我个人是认为比较牵强，不过不管怎么样，这边并不是重点，只是说你治兵一定要懂得应变之道，懂得应变之道的人才能够用兵啊。那如果你不懂得应变之道的话呢，即使你知道五种利，你也不能够得人之用，你也无法把人用在得当的地方。所以这一段文字是在讲什么？跟前面那段文字，前面这段文字在讲说呢，打仗将领一定要懂得应变。这段文字在讲什么？讲你要懂应变的话，啊，懂应变的话你才能够打仗。这在强调懂应变。啊，那前面这段文字讲应变的强调什么？强调选择，强调弹性。然后第三段就开始讲入核心了。他说因此啊，有智慧的人他的思虑都是一定的，不会只考虑利，也不会单独只考虑害啊，他一定杂于利害。为什么？因为杂于利啊而物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啊。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有利和害，那如果呢你能够杂于利的话，你就能够用利让人们来相信你这个决定是好的。那如果你也能够兼顾到这些事情有什么害处的话，那你把害的因素考虑进来了，你也可以用这个害呢去驱使一些祸患。所以这段文字是很有名的哦。我一直都没有强调你们要背孙子兵法，其实不用说全篇都背，那以前呢我有一些学生呢，他们是当兵的时候就拿孙子兵法出来背，站岗的时候就拿孙子兵法小本的孙子兵法在那边背，所以一年当兵下来整本孙子兵法背完了啊。
有人这样做。那事实上孙子兵法我是鼓励你们要背，有些东西应该把它放在内心里头，成为你的子弹啊，否则你说你读了一个学期的孙子兵法，那请问孙子兵法给你什么东西？你都没有背一些重要的章句的话，你讲不出来什么东西，除非你非常熟。可是你即使非常熟的话，你讲孙子兵法，你一定会引用它的原文，它的原文就是你背的东西。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孙子兵法其实是非背不可了啊。我以前就是孙子兵法课有个期末考，期末考考什么？考默写啊。我说起一个头啊，反正用兵之法，对不对？这个先为不可赦，习之善用兵者，习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赦。然后点点点点点，一直到最后，啊、我就开始默写。哎，很多人可以默写的不错啊。那不知道怎么搞，今年倒没有讲说要考试哈、啊，不知道怎么搞。那个时候好像有考虑到利与害，是不是？杂于利。杂于利而物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这有什么害处呢？害处是有些人看到要背的话，他会对孙子兵法起一种不好的想法，或者说怕了不来修了啊。杂于害而患可解。但如果说希望能够多一点学生来修的话呢，那就考虑他的利啊，用他的利使人们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对这件事情的一种信心，或是信用，或是信任。所以任何事情呢，都有它的利跟害两种层面，啊，那这件事我不知道同学可以接受不能接受哈？你想想看哈，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利之所至，害必随之；光之所至，影必随之；名之所至，谤必随之。这三句话，这是人生智慧领略出来的。你说你有名气的，你有名气呢，很好。在座各位哪一个人不想成名的？哦，陈爱琪不想成名，我很有智慧，真的啊，成名是一件苦事，真的苦事。因为你走在街头，每个人都说啊，那是陈爱琪，那是陈爱琪，看到没？那是陈爱琪，他演什么骗子啊？或者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对不对？成名的话呢，你走到哪个地方，你会觉得很不自由。所以你要去 shopping 的话呢，你都是利用半夜跑去 shopping。而且还戴口罩，对，人家戴口罩，戴帽子，还戴那个太阳眼镜，戴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所以你们比较清楚一点，有很多那个化妆出来的，哎，真的很可怜。而且不能够，你如果要教小三的话，那更是不方便了，对不对？你是没有成名的话，你教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谁理你啊？对不对？那你一成名的话。你走到哪个地方都有很多的狗仔队，很多人对你指指点点。不能出去买麦当劳。不能买麦当劳就不，那怎么办呢？旁边吃便当，把口罩那样拿起。是，所以成名有好处，那成名你可能就是利会跟着来了，人家会邀请你去赚钱啊，你的收入很高啊。可是呢，利之所至啊，会有一些害。这个害处刚刚陈爱琪所讲，那另外害还有什么呢？害呢？为什么有利就一定会有害？世界上没有只有利而没有害的事，你知道吗？像我们吃便当吃鸡腿啊，你很喜欢吃，你吃一块鸡腿吃下去以后，你马上担心，糟糕，卡路里是不是太多了，就有害了，对不对？更不用谈胆固醇，更不用谈其他，它也会加一些佐料，你会加什么东西，对不对？你马上就很担心，是不是？你举的哪一件事只有利没有害的？可不可以举一件事是有利而无害？有百利而无一害，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所以才会说啊，光之所至，影必随之啊。有光的地方一定有影子啊。那有利的话一定有害啊，可以接受吗？这是一种经历过好多的事以后的所体会出来的。那如果害胜过利的话呢，很多人这件事就不做了。或者即使他只有一个害而有99个利，但是这个害呢是致命之害。即使前面的利通通可以赚钱，可是有些人因为他的顾虑的关系，他宁可放弃这件事，是吧？有什么事情只有利没有害的？有这种事吗？是，来，亲情啊，亲情啊，
七情百利而无一害，是不是？爸爸妈妈对你的爱，对你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会溺爱？会溺爱？那有没有那种没有溺爱的亲情？人家谈的是这个，没有溺爱的亲情，先把那个溺爱把它排除掉。有亲情没有溺爱，没有溺爱，那很好，对不对？可是爱本身啊，其实也很容易生出一些流弊出来。在亲情的一个笼罩之下的话，人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可以长得很好。可是你知道，在爱当中长大的孩子的话呢，跟外面在狼群当中长大的野孩子比起来的话，你觉得怎么样？贾博士来自一个比较家庭没有那么完满的地方，对不对？有些人啊，在一种残缺、一种破损当中呢，反而长得呢，他很奇特。他是靠这个奇特呢，打败了在爱中长大的人。所以有这种现象，可以接受吗？啊，所以亲情啊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呢，亲情当中在被亲情笼罩的情形之下，其实也会呢，往往会生出一些流弊。那如果亲情都有一些会有流弊产生的话，那更不用谈别的。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啊，所以有利产生啊，你就马上要晓得，哎，这件事可能会有害。像老板帮你提拔、帮你加薪，请问有没有害处？什么害处？我看你们想到。哦，工作变多，责任变重，哦，还有没有？这只是其中之一害，还有没有别的害？被同事嫉妒，啊，马上想到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有没有别的害？晚上睡觉的时间更晚了，有没有？体重增加了，有没有？血压变高了，有没有？这一切都是从他给你加薪，从他给你升迁开始的，然后可能寿命就变短了。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不是无稽之谈啊，因为你任务加重了嘛。你任务加重的话，你固然薪水增加，你名气增加，可是你无形当中你付出很多你没有想到的成本。所以事实上呢，任何事情我们这样去理解它，利之所至，害必随之，就如同光之所至，影必随之一样。而且有一个东西，我请各位同学特别留意一下，名之所至，棒必随之。为什么名棒相随？你看有名的人很容易都被人家很容易被人家随便一两句话伤到啊，就那人心嘛，人心就是这样。那所以说呢，一个有应变能力的一个将领呢，他考虑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杂于利害。这个杂的意思就是你要兼顾到好与不好的两个层面，不能只考虑单方面。而且这利的可能很多种，害有很多种，而且彼此之间呢有时候互相冲突。所以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如果你能够用利来说服别人的话，使得这件事情人人都可信他；如果你能用害来驱使一些祸患的话，那人们呢会觉得这个害呢，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好的地方把它排除掉。所以有好处，这个好处会增加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信任；有坏处的话呢，就会让人们不敢来做这件事。啊，这个就是呢应变能力的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林木敏文啊，他是日本的开创 7-11 的创业家。7-11 大家都知道不是从日本开始的，可是是林木敏文跑到美国去，把美国人的 7-11 这个商店，把那个名牌，把那个品牌的名字啊，把它引进到日本去。在他还没有去做这件事之前，日本呢是没有便利商店这个概念。那当把它引进过去以后，他开始了就这样投入到这个便利商店里头去。然后多年下来以后呢，台湾高清院统一的 7-11 的创业啊
他也跑到了日本去把 Seven Eleven 的品牌引进到台湾来。那这个铃木敏文啊，他开创了日本的便利商店，那他多年来下来，他在讲了一句话，他说了，我们身为在商场上打滚的营运者，我们要了解应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彻底做好基本功。那你知道这句话你想到什么？那我就问了，那作为一个学生的基本功是什么？做一个管理者的基本功，做一个跑业务的基本功，领导者的基本功，经营者的基本功，创业者的基本功，还有很多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身份的基本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应变的唯一方法是彻底做好基本功？首先先问，你觉得对吗？应变的唯一方法，其实应变就有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基本功。那孙子上面所讲的应变的方法是什么？杂于利与害，是吧？利害是很基本的东西啊，任何事都有利与害啊。那所以他的说法跟铃木敏文的说法事实上是并通的啊，是没有违背的。那我们要问的是，那什么是基本功？为什么应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彻底练好基本功？为什么很多大学很好的科系啊，他在指考的时候只看三科，其他都不看，只看什么国英数，对不对？有没有？为什么只看国英数？因为很简单，国英数是什么？是基本功。你走理科要看什么？要看数，对不对？其实你看数学、看物理、看化学没有关系，如果是三科要讲最根本的东西的话，就看你数学。你如果数学够好的话，其实你把你那个物理化学要换一下，那个思路逻辑基本上是相通的，所以根本关键在数学。所以理科看数学，文科看什么？商科看什么？管理科看什么？其他科目看什么？可以看国和英文。所以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不管你要从入哪一个行业里头去的话，基本功就是什么？就学士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国英数三科。那作为一个管理学院的学生，基本功是什么？管理学院的学生基本功是什么？你们从事资管的同学，资管的基本功是什么？做一个资讯管理者，投入这个行业里头，你们的基本功是什么？打球的基本功是什么？篮球要基本动作。是基本功。那为什么基本功好的话就可以应变？你可以说说看吗？像我的经验的话，是很多球员，就像你要应变，假设你今天面对一个强，然后他有很强的什么公司或者什么战术之类的，那如果你的基本功够好的话，基本上你可以跟得上对方的节奏，然后就是透过你基本功够好，你就可以办法变化出战术来跟他对抗。是，可是如果你没有基本够好基本功的话，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是 ，OK， 好，讲得很好。所以想要应变，应变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基本功练好。那什么是你现在这个身份，你现在这个职务的基本功？这就变成是大家思考的问题。那你觉得除了基本功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还是就只要你的基本功就好了？我们把你所需要的东西把它称为叫基本功，这个基本功像一个 package 一样，这个 package 里头的东西缺一不可，这就是你身为这个职务的工作者缺一不可的应有的东西，就是它的基本功。我讲一下啊，我看刚刚我想到是说气管的话啊，应该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说这些基本功应该它就像如果我在科目里面老师说国因数，我再讲一讲就可能就是五管三级。管理者就管理学院的基本功。对对对，基本功五管三级。是是，你就要讲这个。好 ，OK。那我现在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所以上面每一个你说管理者的基本功是什么？
或者是领导者的基本功是什么？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说法，或者做爸爸妈妈的基本功是什么？爸爸的基本功是什么？负责把钱带回家，这是基本功。很多人连基本功都没做好，是吧？那妈妈呢？妈妈基本功更多了，是不是？负责把老爸带回来的钱收下来，啊，用在自己的化妆品身上吗？啊，用在孩子身上，因为你是妈妈嘛，对不对？好，所以每一个身份职位都有它的基本功的。那为什么我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像刚刚我们这个维豪所讲的，为什么打踢球、打各种运动的基本功，基本功是什么？打篮球的基本功是什么？运球嘛，这是最重要的运球。啊，还有一些其他你们篮球比较熟的，一定有它的基本功。打棒球也是有它的基本功。那如果你基本功练好了，为什么你就可以应变了？而且应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基本功要练彻底的。这件事情你体会到了没有？你同意吗？你愿意说说看吗？把基本功练好，为什么就可以应变？我篮球的运球、投篮，对不对？甚至包括超截，这些基本功练好，速度、体能是基本功啊。我这些练好的话，任何球队、任何大地啊，面对他，我都可以有办法去应变、去抵挡，对不对？还需要什么？就需要基本功而已。我为什么你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我希望各位，不管你在职的同学，或在哪地方上班，或在哪边读书的同学，你想想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深具启发。你想找工作，找工作的基本功是什么？你想做一个学生，将来能够找到好工作，基本功是什么？你同意这句话吗？不需要别的了。我在基本功把它练好，然后剩下就是用我的 common sense， 用我的基本的脑力，用我的判断力，我就可以开始把我的基本功应用在一切的变化上头。所以那我们要问呢，你这个行业业的基本功是什么东西？是行业是会计，哦，行业是会计，应该就是如何让那个一张会计账是借贷平衡，是借贷平衡。那为什么这基本功可以的话，就可以应变？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国际会计师他一直在修，一直在新增。那其实他不管怎么修，他还是不会离开那些会计原则。是。如果就算今天来不及 update 一个新的知识，可是如果一个新的一个突发的交易事件发生到我们会计人员手上，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说，国际会计师没有写我们代表记账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运用一些基本功，我们就分析。它的结构是怎样？那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在不离开会计原则的方式下，我们还是可以完成这个记账的工作。是。那我们财管的班上有一个龙总医师啊，我天天都跟他说，那 MERS 你们准备好了？他就说，其实他们平常就有在跑一些 SOP， 他是感染科的医师，然后平常就有在跑一些 SOP 的东西，所以他们说。基本上 MERS 来的 ，MERS 他是说可能会来，但是他说基本上龙总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对，就是说应变嘛，就是对疾病的那个传染病的应变，让他们的基本功就是做好 SOP。是 ，OK， 讲得很好。这个旁边的曾伟国还是曾国伟？曾伟国，你说说看你，啊，你同意吗？你同意他刚的说法吗？同意啊。那自己在银行上班。你也在银行上班 ？OK。他每个人去分担的角色不一样，那其实银行最重要也是会计的部分，银行的会计账没有额外不能下班，嗯，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基本，我觉得商业基本就是会计。是，那为什么基本功好的话，为什么就可以应付一切的变化？是，是，还有比较贴近，是的方法，这样。
为什么所有的变化都从基本功的那些元素里头衍生出来的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如果牢牢的掌握了基本功的话，那你可以应付所有一切的变化。像你刚刚所举的龙种那个例子很好，啊，我们台湾这一块呢是蛮强的，是吧？都准备好了，什么叫做准备好了？对吧？那像韩国他就是没有准备，韩国没有准备好，对吧？那个原因可能蛮多。他们有人说是2003年 SARS 没有打击到韩国嘛，对不对？啊，对吧？是。因为他对面那边有很多资管系的学生啊，因为我在接触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说，比如说他们程式语言里面哈，计算机语言，他就是常常有 COBOL 啊、Fortran 啊，还有什么 C 语言一大堆，所以我在想一想说，他在他们来讲的话，写程式的人的话，里面啊，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比如说资料结构，还有一些那个，他们可能有一些逻辑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基本功。也就是说，他不论任何一个程式语言一直在变，但是的话啊，他们就是有办法。不管你怎么变，我就是有办法。对，我们刚刚那个同学讲了，不管你会计的原则你掌握住以后，不管你怎么变，我都有办法跟你应变，都跟你玩到底。那这样你在职场上就可以很牢牢的啊，就不会容易被人家取代，你就容易打胜仗，是吧？什么状况？即使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状况，你怎么办？考试这个题目，这种类型的题目从来没有做过，怎么办？啊，这个你们大概比较有感觉了哈。啊，你统计考什么题型，你也总先讲一下嘛，对不对？题型从来没有做过，怎么办？就弄在那边了吗？没有做过的状况，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吗？对不对？那有些同学因为基本功扎实，他不怕，你提醒出来了没有关系，我就去分析你用逻辑研判这个题目要什么，需要什么条件，他给了哪些已知条件，那我怎么把已知的东西再把它延伸出新的已知出来，然后未知的东西我怎么用研判，就可以把一些定理，把一些这个公式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答案啊。那要的就是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叫什么能力啊？对吧？这样能力叫什么能力？基本功，这种能力叫什么能力？还没谈到基本功前，你把这种能力叫什么能力？就应变能力，看到没有？看到没？所以为什么应变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要彻彻底底的、很牢牢靠靠的去掌握你的基本功。基本功扎实的就很有信心，不怕挑战，不怕变化，我都可以去应变它。基本功扎实。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我不知道或者同学听到这句话给你什么样的启发没有。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林木敏文说应变，他在讲他的员工，告诉他的员工你要应变，应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彻底做好你便利商店的店员店长对于便利商店与顾客与社区之间怎么样去应变社区的各种变化各种新的需求而做好应变的准备，根本就是你一定要有很扎实的基本功。那请问便利商店的基本功是什么？请问学生的基本功是什么？请问做一个业务代表的基本功是什么？作为领导者的基本功是什么？创业者经营者基本功是什么？
把这基本功把它弄清楚了，任何新的状况来，虽然我从来没有碰过，我一直傻了眼，可是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好好想想看，我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叫做什么能力？这叫应变能力。而这个能力对于一个经营者，对一个管理者是至为重要的能力，对不对？有没有感觉啊？例子，意思就是说，音乐一下，然后不跳舞，然后就会跟上了。哦，一听到那个旋律，他自然就各式各样的舞步就出来了。哎呀，这个例子好哎啊！听到这个，他立刻就动起来了，基本功很好。哎，这种基本功是什么基本功？啊，他平常就是他可能有那个舞蹈基础啊。对，像类似我们在上舞蹈课的时候，我们上舞蹈课有一个小时。其实前20分钟到30分钟都是在练基本功，就在练基本功，对，没错。练核心肌群啊，是的那个肌耐力，是，没错。但练基本功，练基本功特别怎么样？为什么很多人不太愿意练基本功？因为其实那是比较花体跳舞花体力。因为练基本功很无聊，没错，你讲对了，很怎么样？除了无聊之外还什么？还辛苦。练基本功无聊辛苦又很花时间，不容易立刻看到效果出来，所以很多人就忽略了基本功。你一忽略了基本功，对不起，你就只会去学某一些招数，学招数不重视基本功的话，到头来有新的状况出来的时候，你只会那个招数，你没有扎实的基本功，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应变了，对不对？所以基本功像一个练武者的内功，他不太重视招数，即使要练招数之前一定先练好内功，先练好基本功，这样一来各式各样的状况来的话，只要他基本功内功扎实的话，轻轻跟他讲新的招数，他很快就可以上手，就是基本功。所以要学应变，要学应变，回去好好学学基本功。对各位有没有感觉啊？孙子兵法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同样的概念啊，他没有告诉你将领的九变之道，九变之的方法是什么。大家看这个地方只看到什么？只看到智者之律是杂于利与害，这看起来稀松平常，大家都早都知道了，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利与害。然后这个杂于利害为什么跟应变能力产生关系呢？啊，杂于利害为什么跟应变产生关系呢？就是这句话嘛，就是为什么应变的唯一方法是做好基本功，所以杂于利害就是应变的基本功嘛。训练自己对一件事情的利与害的研判、利与害的分析，很熟悉的，以后碰到任何状况，就可以很熟悉的知道怎么去应变。所以为什么九变篇这在讲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杂于害而患可解。那你说他干嘛讲这个？你要没有仔细读的话，你就连结不起来，你就不知道说为什么九变篇应变，应变之道在哪里，应变的能力原来是来自于知道利害交杂，知道利害的分析，那这就是基本功，这就是应变的基本功。所以他林慕明讲的基本功是面对各个行业来讲的话的基本功。那在兵法里头，基本功就是要了解利害，所以我们才说哦，这个人加利害很厉害，有没有？这个很厉害是什么意思？各位同学，我们形容一个人很厉害，很 capable， 我们说他很厉害，把厉害当形容词，原来是在讲什么？原来是他很通晓这个事情的利与害在什么地方，所以你要去谈判，你要去应对这个敌人，你要掌握某一个关节点，所以谈起来的话就可以无坚不摧。各式各样的敌人一来，对手一来，你只要分析他的利与害，分析他的优缺点，就可以迎刃而解，就可以面对各式各样的敌人，
各式各样的对手，这就是商场上头很老道的能力。这种老道就是应变能力。所以一切的应变能力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从利与害这个基本功而来的。所以利害是兵法，是战场上学会想要竞争的人的基本功。有了这个基本功以后，你就可以应付一切的变化，不怕任何挑战。所以刚刚有很多同学从各行各业来讲，他的这个基本功是什么？啊，管理学院的基本功，你觉得是五技七技，还有没有别的更基本的功？五技七技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各位同学，五管三技，五管三技是从哪边衍生出来的？沟通，五管和才是沟通。哎，有沟通能力的人的话，五管啊，碰到这种状况是不是很容易上手？所以你说五管是基本功，我告诉你，还有比五管更基本的基本功。而这个基本功是，即使我不是管理学院的学生，你给我机会当这个职务，我还是一样可以当得很好的管理者，我不需要去学管理的出来，这才是根本的基本功，对不对啊？沟通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比五管，五管是上层建筑啊，三技是数学逻辑加很多的分析方法衍生出来的上层建筑。我们问的是基本功 fundamental 那个 foundation。 作为管理者的基本功，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没有？协调能力，还有没有？这都很不错啊。什么是管理者应有的基本功？名利害，是名利害。经过我们这样分析以后，你现在知道怎么做好一个管理者了吗？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功。面对任何对手来，只要你有基本功，你不怕任何敌人来。所以任何变化你都可以应付，是讲这个意思，是吧？还没有别的基本功啊？名利害啊，知道利害，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利害，是吧？啊，还有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跟名利害有关系啊，是不是？啊，还有老师，在做决策的时候，那个 common sense 的话，这个怎么算？做决策的 common sense， 基本上他有些并不一定要那么多的分析哦，但是他很直觉的话，他可以做出这种的 common， 他有他的那种 common sense。 是啊，这个也是能力很基本能力的一部分呢，就是基本的一种研判能力。是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什么叫换位思考？就是的角度。角度思考。是是是，这个跟沟通能力有关系。因为我愿意设身处地为你着想，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件事情不能够逼得太紧，是不是？那是不是太硬太软，就可以明白厉害，可以了解水温的深浅。果断当然很重要，决断力很重要，所以你刚刚所讲的决策很重要，对不对？是吧？处理危机的能力，好，你看您刚刚讲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的能力、什么换位思考的能力、决策的能力、名利害的能力，还有没有别的能力？要有远见，是不是？要能够预先判断这个问题到底会怎么走向。请问各位同学，所有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所有的能力，更根本的东西是什么？你为什么能够看到未来的走向？你为什么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为什么能够换位思考？你为什么会有沟通能力？所有这些什么什么的能力的更根本的、更基础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受教育。好，受教育。
是什么？阅读。阅读 ，OK， 好，阅读。其实刚刚已经呼之欲出了，你这些什么解决危机的能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代位思考的能力、这些决策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都非常重要，对不对？但是这些能力的更根本的那个能力是什么？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刚讲过的概念是什么？是什么东西让你很有这方面的能力？基本。换句话说，我再问你，哪一种东西比刚刚所讲的这些能力更根本？简单来讲，就是名利害嘛。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利害在哪里。为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为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你知道吗？为什么没有化解危机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不知道真正的利害在哪里啊。领导者是不是很厉害的领导者？很简单，像王永庆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领导者？哎，他厉害在哪里？知道吗？哦，很多人就开始讲，哦，他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废话。他很有化解危机的能力，废话。他很会沟通，王永庆很会沟通吗？我的印象，王永庆比较会骂人哦，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能力？他很有决策能力，废话。是什么东西解释的、成全了刚刚所讲的这些能力？是什么东西？你好好回去想想看，是不是就是孙子所讲的名利害？就是利与害，任何事情来自于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的利与害的分析。所以有些人天生下来就很精明，他说这个人家厉害，很厉害。这个很厉害的意思是什么？他对于利与害最根本两个元素的掌握非常的牢，非常的精，所以很有决策，很会看问题的。这个问题的利害关键点在哪里？很容易就能掌握的关键，这就是基本功。所以要想应变，一定要学好基本功。然后问问你，你们这个行业的基本功是什么？好好把你这个基本功练好。像打武术，武术的基本功是什么？你们很清楚啊，蹲马步啊。可是蹲马步很无聊啊，很辛苦。但是呢，你要是不练功，不练这个基本功的话，啊，有人就这样说了，说练拳不练功的话，到老一场空。为什么？因为你练拳只练招数，没有练功。那到了年纪大以后，体力慢慢不行了，你剩下只有招数，然后再来没有的话，一切就空了。可是如果你有那个基本功的话，那一切还是牢牢的掌握在你手里头。所以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然后紧接下来，你懂得利与害以后，现在紧接着讲了，啊，这个单元专门讲什么？你要准备利和害，然后呢增加了一个概念，这个地方呢，这个是打错的，准备利、害，还有一个叫业，这个应该改成业，作业那个业，大家看一下，他说，驱诸侯者以害，抑诸侯者以业，驱诸侯者以利。那就是说，以祸害来逼使诸侯就范，以事劳役诸侯使不得安，用一些事情来劳役诸侯，使他不得其安，然后用小利来引诱诸侯，使他疲于奔命。用这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的境界是什么？用害来迫使他不敢来这边，不敢来打扰你，那打扰你的话会有害，是吧？那这个打扰你，我们一般来讲找警察吧，一般来讲是设一些什么规矩呢，是不是？或者是说设一些什么样的陷阱啊？啊，如果来打扰你的话，他会祸害，啊，还有一个东西要特别讲的，因为这个概念大家讲的话大家都通了啊，就是你要用一个业，什么业呢？就是你的职务，你赋予给他一个职务。这个职务呢，里头有他一定要做的作业，啊，像每个人其实都有业，
为什么你不愿意结婚，你知道吗？那个夜是内容是什么？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结婚？人们两个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就是不愿意结婚。为什么？因为结了婚以后，就有很多的功课跟作业啦。做 husband and wife 有什么样的作业跟功课，每天一定要做的。可是如果只有你个人的话，还不是夫妻的话，你就不需要做这些功课跟作业，你知道吗？举个例子好不好？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功课和作业？啊？那现在如果你想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把某一些功课跟作业把它套在他的身上，他因为他的职务、他的工作的关系，他不得不每天去接孩子啊。他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以后，他一定要接孩子，不用人家管他，不用人家叫他，他自然就，还做得很高兴，还很心甘情愿的。他就牢牢的就被你掌控住了，他就被你用业、用这个功课和业、这个作业去驱使了他去做他自认为应该要做的事，他就套入到你的掌控里头了。这个叫业，用业来役使诸侯，就如同用害来驱逼诸侯，用利来引诱诸侯一样，三种利器。利、业、害，三种利器。所以人们要想的是，到底这个诸侯他有什么企图、好恶、利与害，然后想办法设计的一套作业给他，让他一辈子，或是让他知道说，哦，做诸侯要缴税，所以他乖乖一定非缴税不可，是吧？做爸爸妈妈一定要照顾孩子，所以不好好接孩子上下课啦，然后陪他做作业，这个都是无形好多的业，而且做下去以后，他很心甘情愿去做。所以每个人啊，你如果说要对付一个人的话，除了用害与利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用业。这个业呢，大概很容易呢疏忽掉啊，没想到这个业呢，居然是像网子一样，无形当中都把它给网住、套住了。就是孙子这边所讲的概念，所以役诸侯者以业，啊。这样懂的意思吗？啊，驱诸侯者以利。所以你看看，制造对手的就业机会，天罗地网般的套在上对手，一旦认定以后，他无怨无悔、无悔的愿意去被役。所以任何事只要视为分内事的话，他就被套上了。例如，母亲节、情人节、中秋节应该做什么？母亲节一定要请妈妈吃一顿饭，否则你不是孝子啊，对不对？是谁告诉你这个观念呢？平常你每天晚上都煮饭给爸妈吃啊，为什么非要母亲节一定要带妈妈到外面去吃饭？为什么？是谁把这个观念告诉我们全民的？商人。为什么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呢？传统中秋节什么烤肉啊？传统中秋节就只有吃柚子跟月饼而已啊，对不对？是谁什么时候开始说中秋节一定要烤肉的？烤肉架的广告，烤肉架的广告，还有商人，还有那些饭店的人。情人节一定要怎么样？送巧克力，是不是？送花，这些都是业，都是商人无形当中用来役使社会大众每个人心甘情愿。到那一天一到的话，一定就要掏个上千上百了，一定要去消费一下。这就是一个业的概念啊。这个业不是佛家的那个业的概念，这个业是说你就认定这是非要做不可的事，你是可以用这种东西对待一个人的。所以课纲上都写了，同学要写两次报告，对不对？有期末考没有期末考，这都是业。你要修这门课，你就要照这个步来走。事先讲好，你愿者上钩，一上的话就是你这个学期要做的，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像这些方法使用起来不知不觉啊，在无形当中啊，让对方觉得好像是应该了嘛。所以你击败我，你把我给牢牢绑住。我被你击败，好像也是应该的嘛，没有任何可配的地方，就像这种概念。
所以其他的一样啊，学者应该做什么，那很清楚的，他自然就不会有其他时间，啊，那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呢都是可以让他想办法认定这是他的分内事，可以使用什么方法呢、啊？去做这样的一种划分啊。因此啊，紧接着你看孙子呢讲了，刚你看上一段讲什么？讲驱诸侯者以害，抑诸侯者以业，驱诸侯者以利。讲到业害利了以后，紧接下来他说，所以说用兵之法，不要等待敌人不来，不要仗势的敌人不会来啊，你分析一下啊，他不会来，不会来啊，不会来打我们了，不会来打我们了啊，不会来了，地震不会来了，对不对啊？水啊，缺水啊，上天一定会赐水给我们，对不对？上天一定会降雨下来。你看上一个月全台湾缺水的时候，那时候恐怕很多人很有警觉，可是说不定还有一些人还是没有警觉，认为一定会来，是吧？像这种观念就不是符合孙子兵法的概念的。孙子兵法说，不要仗势的，你认为他不会来，而应该仗势的说，他来了，我有办法，等待着他。啊，那不要仗势的，对方不会攻打我们，而要仗势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来攻也不可能攻打到我，或者不能打败我。那这个概念大家都有，但是讲到这个，为什么这个跟久病病有关系呢？你物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人。你要靠的是什么？靠我早已经准备好了。靠什么？靠我准备好，所以你来打我，我也不怕你打。这问题是你准备什么？各位同学，你准备什么？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在久病病来讲，准备是准备什么东西？准备什么？准备基本功。兵家的基本功是什么？所有的基本功，说穿了就是什么？名利害，就是利与害。我设计一些利，我设计一些对我有利的事，我做了很多的准备，都是对我有利的事啊，不是吗？我设计很多的陷阱，不是对我有利，对别人有害吗？我用了很多的功课，让敌人一定要通过这些东西，他才能够靠近我，这也都是业啊。我用什么东西来准备好，来准备对待敌人？简单来讲，就是准备的利、业跟害这三种东西来准备对待敌人，知道吧？所以以利、业、害来待敌，啊。事实上，在战场上说开打的时候，早就已经开打了，所以不是在两兵接触的时候才开始开打，所以你要能够做到早于多少年以前就开始开打了，所以你一定要先知诸侯的企图，他所谋求的是什么，他的好恶习惯厉害是什么东西，才是应变的方法。 OK， 你准备好了以利以害以业来对待敌人，所以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知道了说孙子兵法始终强调事前一定要准备，知己知彼，先为不可胜，知可以战也不可以战者，才能够应变，是不是又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谋攻篇啊、行篇那些观念是一体的观念？你今天讲要应变，你今天讲久病篇，你今天讲利与害，其实说穿了都还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上头？你想要名利害，你一定要先知啊，所以你还是必须要了解对手的情形，你要先知，然后你要先准备好，用利害业这三种东西来准备好，来谋求敌人来的话，我用这些东西都已经跟他准备好了。所以为什么这边九变篇会跟这一段很有名的这段话产生关系？这一段话为什么是九变篇？所以就像我这边所提的第一个问题，为何九变之术与有以待也有关？我早已经有所待了，为什么这个东西跟九变篇有关系？对不对？九变不是应变吗？应变为什么是跟有以待也有关系呢？是不是？
你用什么东西等待敌人的上场？说穿了就是你用利，你用害，你用业这种东西来等待敌人上场。简单的讲是这个概念，好吧？下课休息。